每天都在孵很多鸡。我有我的妈！哎我天，怎么这么多？来来，先关门。这个怎么这么，这个怎么这么肥？这个孵蛋器也太好了吧！我说。你连眼睛都看不见。我想知道为什么只有它是一个黑的。是谁呀？不知道我。出来了个奇怪的家伙。这个是 Salmon Feveral。哦，这是我们的新品种。对，新买的品种。可好看了。你什么时候又偷买新品种了？嗯，哎，什么？哇塞，这毛茸茸的。虽然小时候长得不好看了，但是长大特别好看。太可爱了，就是那像铅笔色的那个。不是不是，它是浅的，也是这种小脸脸。哦，长小胡子是吗？对。哎，听我这嗓子，感冒，一点二不死感冒。OK， 开拿吧。别掉了啊！好了，我给你装。哎呦，靠！没事。那个，啊，算了，我再拿一波吧。我才这么的财富。小鸡子们，小鸡子，这些是大一点的。哇塞，看看乌泱泱，乌泱泱，哎呦！今年一开始遇了好多串子，但是它串的都挺好看的。你像这个一个小胡，然后呢，它是个飞剑色，它长大了肯定。斑点很多，就应该很漂亮，我打算留着它。然后还有一只这个，别跑、这个应该是一个奥平顿，就是银色蕾丝奥平顿和越南苗鸡串的吧。你看它这个花真美，哎，虽然没有了蕾丝，但是这个花花拉拉的太酷了。我觉得它像是一个母鸡呢，你看鸡冠那么小，你看这腿还有点黑，太可爱了，绒绒球球的。然后看看这有几个那个帽子鸡的串子，哈哈哈，这串子是什么东西？黑不溜秋的，还一撮白，你看看多好看，是不是？小兔脖，小兔脖也可爱。这个是中级班，这是幼儿班，就是刚才刚生出来的那一些。哎呀，然后这个鸭子呢开始活动了，然后它就搞到这儿，你看这儿都是水，都让它弄出来都湿了，我就赶紧把它们卖出去。我已经卖出去了，只是等着人家来拿，他们明天后天过来拿，他们就可以走了。你看看这烂鸭子，天天造啊。那个鸡就不能跟它一起养，养了之后都得一块生病。哎呀，这就是那个什么 salmon 什么来着 ？salmon feveral 这个名字我还不是很熟悉，叫什么罗勒什么的中文。听说它们长大了，就是这个翅膀上开始出现真毛的时候，就是公的会比母的深一些。那这么早就可以认出来，那也太好了，那我就可以分公母了。嘿，好多呀，这一批出来的，它这个受精率真好，太开心了。这小啾啾们，小啾啾，然后这个小乌鸡太可爱了，过来，这应该是个飞剑色，看这小乌鸡。好呀，看这个背上好多花纹。哎呀，嘿嘿嘿，看看这帮鸡，
我的草坪都是坑，知道了吧？啊？他们能不能爱惜自家的地产？啊？这刨成这个样子，洗的那个爽，大侠别过去了。哎，醉。看上了，刚给他换了盆水，这开心的要疯了。哎呀，画面太美丽。啊，真能扑腾。开心啦，嗯，这不知道能不能活，试试，万一活了，我们先种豆豆，这个是豌豆，那种可以生着吃的，甜甜的那种，这个叫 snap pea， 好可怜啊，就这么一点点，也挺多了。这土还是很凉的，可凉可凉的。我们会不会种的有点急作了？没事，我们有大棚，我们趁。不行就上大棚啊！今日是 UP 主的生日，然后我买了一个莲花，这个老看老外玩这玩意儿，感受一下，点了它。看它会不会炸开？哎呦！啊！哎，它转了，它掉了个叶子。消防员说有点危险，吓了我一跳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跟着唱了，来跟上节奏，学学你的那五音不全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！